敦煌壁画那么多的朝代，您有自己最喜欢的朝代吗？我个人的这个刻的完了，当然是唐代的最好。人物的风貌、形象，哎，色彩都比较丰富。嗯，这个是唐代的吗？这是二百二十窟的唐代的壁画，中间是舞蹈，两边是乐队，中间是讲经说法的，上面是天空飞天。嗯。 它这个分了三个层次在那里头，这叫经变化。经变化，原来它是文字的东西，后来它就把这个文字的东西变成壁画，大家看了一目了然。